村长广播，村长广播，在这边跟大家贴心的小提醒一下，现在已经到了兰屿的飞鱼季，喜欢玩水的各位到兰屿切记要注意礼仪哦。询问在地之后呢，再尽情的挥洒热血哦。在陆游的同时呢，可以顺便穿着由村长精心设计的飞鱼限定 T， 这个鱼鳞的部分跟真的鱼一样会反光啦，超屌的，记得看完野趣之后快去抢购哦。喜欢野人七号部落吗？按下喜欢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加入赖群，掌握即时资讯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拥有专属的村民卡，一起拥有更多部落的故事吧。野人七号部落祝大家一定要幸福哦，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。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，每次呢都是在车上开场，不然就是在一个小空间开场。这次我们选了大空间，大空间来开场是为了什么呢？想让大家有走出户外的感觉，整个辽阔感都有了。但是今天特别，野七就是要把你们的心愿全部实现。来来，怎么实现？你现在以为我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在你想象中的那里。我们随机选择，等一下呢就启动了野七拉霸台。我们一拉，就会到那个地方去，再选择要不要在那个地方进行拍摄。今天呢，不设限，我们会在哪边直接拉霸来喽，野七拉霸台，拉霸，吼！是的，我们现在到了花莲，有一些原住民的舞蹈，但我觉得花莲拍太多了，我们今天不要来花莲，我们选择别的拉霸台继续拉下去，野七拉霸台 ，Go！ OK， 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到了哪里。哎呦，完全不懂这是哪里哦。原来我们到了苗栗，草莓季快过了，应该没有漂亮的草莓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选择苗栗的大湖，野七拉霸 ，Go！ OK， 我们现在到了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到了哪里？剑道，哦，钓鱼，我们来到了澎湖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就是北欧。但是因为现在风很大，澎湖呢不适合钓鱼，阿明哥会生气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来南投。我们现在到了南投。为什么要去前面那些地方啦、啊？叫我做一点奇怪的动作、欸。不是因为我们沿路过来的时候没有拍过程，你现在会变前面的串场，野七拉霸 Go， 是不是以后大家都会想要新的一种开场方式？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，跌倒、啊，没拍到，太突然了。不要，我在录影的时候在后面做一些怪事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到了南投墨尔营。最近非常的夯，今天来到这里等于是完成了好几个心愿。第一个就是墨尔营地是最近人气非常高的一个营地，订都订不到。刚好这次我们有跟第二个愿望结合了，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好的伙伴 Black Design， 他们在这个地方办了很棒的一个展示，之外他自己有收集一堆很厉害的帐篷，我们等一下就去观赏一下收集这个帐篷到底有多厉害。直接先破梗，每个都快100万。不是每个啊，有几个都快100万，那是很夸张。那边的帐篷加起来好几百万，那个东西是艺术品，想买也不一定买得到，因为它那有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一些帐篷。这个详细的部分我们到时候再请布莱克帮我们介绍。还有一个是我们请了 Black Design， 也就是刚刚说的布莱克这个老板，还有 AES 的品牌的主理人 Sam， 所以今天等于是非常厉害的开箱，非常厉害的老板的收藏品，来这边到处看看。今天的那个录影非常特别，非常好玩，非常精彩，请大家继续看下去。在这个之前呢，珍妮跟扎克要先帮我把营地打起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直接拒绝。很多个，不行，那个一个你这样住得起吗？每一个都比你去酒店还贵。刚刚就是忘记说没带银珠啊。我们要用这一个，这个可以拴紧，这里有一个旋转的，然后就可以锁得很紧。哦，他用假的。对对对，他用假的，这样啊，所以要看你要坐在哪一张桌上，那我们就合住拴紧。那你这个也拴紧，这个也拴紧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可以开始。小细节。哎，这样。哦，布莱克，现在是你主场。他还因为今天要拍摄，还去做头发、哦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好，水。
这只是一开始拿到新装备有点小小的状况，先请了大师过来，他本来没有要那么快登场的。我们现在就等于说把所有的 Black Design 的装备全部展示出来，但是哦，这只是他们产品里面的一小部分。等一下我们会带你们到一个 Black Design 的第14区，俗称外星人的地方。到里面去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才是 Camping， 不一样的世界。我们这个是在糜烂的享受生活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把它做最后的修整。在这个修整之前呢，因为来到这个莫尔营地，很多的朋友想要互相认识一下，我就去拍照。来，我现在盯的是我们这个营区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我们的标志，我们的招牌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空间超棒。露营有一个蛮好玩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家每天都不一样。如平常每集都会介绍的一些小东西，你看像那种桌板，很好，很好。从来都没有人在管我的头发。哎、欸，我有几次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有。我们在每次的开箱，就像我们自己在介绍 Black Design 的东西来说，其实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介绍，因为它的一些小零件或是它的骨架，其实都是通用在于日后他们出的每一项产品。所以像你看这个，我们就把它称为菜点，它可以这样子放在这边嘛。除了实用之外，它的设计感也非常的好看。那你看它像这个小切角啊，它也是可以这样卡在这边。这个是我3年前买的东西，还可以运用到现在的桌板，很像什么你知道吗？特斯拉以前是买 Model 3，好，经过了2年之后上网 download 下来，那台 Model 3就会有新功能。再简化一点，就像有点 iPhone 一直在升级在进化，这个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。当初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想未来的打算是什么。他这边也有提到，你看你其实原本的桌角是这么高，它有分两个高度，所以他后来发明了一个桌角延伸的，可以快拆，高度一样的时候它就可以这样整个这样连起来。像这个桌板，它除了可以这样子跨这边，也可以把它这样子这样放里面。现在又介绍了一个新的面板，听说啦，这个设计有没有日本人看到之后有点吓到，就是我们的瓦斯炉啦。哦，刚好放上去刚好，因为像这个是野营的专用嘛，就不能承载太重的东西，所以它同时间就做了这个。你不要看样子感觉好像很简单，它其实都是要花很多的心思。然后你看它这样会动来动去，对不对？再配合这个，嘿。哇！现在上面放再怎么重的东西都没问题，真的很像玩具。不是，这就是什么智慧，不是刘海，是智慧，是智。可是我的刘海现在有出问题。好，你看哦，它这样子会不会这样晃来晃去，对不对？它的设计厉害的就来了，它把它开就这样子，可以换嘛，推上来，卡住。哇！这边有一个挡风板，可以把它挡风。另外，风是从前面来，可以移到前面去。变化性很高，所以它这个就变成说这边可以煮东西，这边呢就可以切菜，吃饭的时候就在这边，完美。很多东西都是蛮值得介绍，我们现在就先把自己营地营区介绍给大家。小周，这是莫尔营地的老板，营主，我要帮他们宣传一件事情，就它里面有生啤机，对露营的人来说极为重要，真的不能缺酒。小周感觉就非常年轻，我们刚刚有认真的介绍了莫尔营地，真的吗？感谢，太棒了！不要，你们这边不要再介绍了，已经都订不到了，再介绍人还得了？会订得到，订得到吗？老板说了算，干杯！谢谢，很好喝。今天也来了非常多认识的朋友跟不认识的朋友，都是厉害的角色，所以晚一点呢，我们就去那边好好的跟大家认识一下，看一下到底大家都在冰箱里吧。什么了？好开心哦！气耶！啊，拿树枝啦，这样很好哎，还有树枝可以拿细的，然后树叶也可以，不要树叶，树叶很多烟，这种最好。啾啾的，哎，啾啾的。There is a life I lead in this city.Hurry and cut my teeth.
真的太高温了，我不想那么高温，是因为我要熏的嘛，所以我不想要让中间温度太高，所以我把木头全部放在旁边。那现在这样是可以熏的吗？是可以熏的，但是它这样这个烟是一般木头的烟，我不要这些东西，对，我要浓眼木的，跟等一下我要木屑。When I return from the afterglow, will you carry me like I am whole again? Wait, hold on.去拿座位，我们要好好一起来享受这一开门。啊啊！你说这个这里面有冷气，没有很凉，因为上面很热。快快快，你去拿，快点！这等一下烟都跑进去了啦。好来，所以我们来请珍妮帮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烟肉。这种烟的两个口味，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烟法。烟法就是常见的酱油、盐巴、胡椒、葱，没有特别的。有这个这块，这块怎样？因为我怕出事，所以我烟稍快一点。这个有多加柳丁，柳丁很大块，我们可能要弄到晚上啊。哦，然后这个还有加那个颗粒的那种黑胡椒。好，那就来了，到时候如果好吃的话，如果好吃，我们再推荐珍妮的烟法，好不好？好可怕哦。超大块的，这是为谁啊？太大块了啦！你皮没有去掉，没有哎，会去吗？很厚哎，迷你武器啦，迷你武器。哦，真贵的。这个是那个怪木屑，高级货哎，高级货，你拿个高级货。我的眼睛，这个烟应该是可以啊。讲完了，人呢？对。他是偷睡觉。那我们要去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不是，我们一起上去睡。直接开门。很凉哎。我来可以修喽。好爽哦！有火，有火。怎么样？你的任务嘞？哦，我的熏肉嘞。我们有什么任务？熏肉这种东西就是熏给在意的人吃嘛。我没有在意的人。应该是我没有在意的人，所以我就没事。那不是冬天吗？真的？你要想这边是中部，中部的天气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。我现在对你们失望吗？为什么？肉已经着火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我有在看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你们在外面看，我就会放心。你们在这边看他，我就要看你们，我就等于没办法放心。可以啦，这个凉。我跟你讲，一个风口给你。真的很。不行，这样疼，脸会很大。你会打马赛克？对啊，你会不会打脸？哎，我老婆嘞。这样会不会被我？对啊，我怕出事。放心放心放心，我老婆只有说你可以睡在这边，她绝对相信你。你确定她有？没有，她是相信我。等一下，扶贫拿到了。扶贫，继续去。我有扶贫打的问题啊。这边这边，谢谢，麻烦你了。太多了吧？不是太多了吧？感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到底是谁点的？我们不是只有三个人吗？你的那个香蕉牛奶，香蕉牛奶，快点香蕉牛奶！我笑，我笑，太夸张了，好像 baby 哦，好爽哦！哎、欸，我复活嘞！那要换班吗？继续复活，复活！快猜拳嘛，敢不敢？来啊，来啊，先讲，赶快来啊，来啊！赢的还是输的？几盘几胜？先讲好。直接来一盘一胜，要不要？赢的就是在这边睡。如果输的人真的觉得自己，我做到了我应该顾的本分责任了，就可以进来说，我要再继续猜，这样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滚！你们两个滚！出去！我们应该再猜一个吧？出去！你要还来啊？哎，用我们的钱嘞！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到本分。得出去，得出去哎！好，没出去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拜拜，长官，辛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可以这样啊？我顾好，顾好，好，我顾好，我顾一下。OK， 我觉得差不多。啊，给我说起来！哎，没了资格进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了资格进来，知道吗？拜拜。太夸张了。大手加入。大手今天很冷，对不对？晚上会很冷。我上次住的营区在旁边而已，日夜温差超大。我们现在就要正式的带大家进入传说中的神秘十四区。大家都坐在那边在干嘛、啊？默默的看一下在干嘛。
他们现在在分享，然后你可以注意看，这每一个椅子都是他们自己做的。他们只要上网说几月几号要发什么东西，上次据说那40秒全部销售一空，非常厉害。所以你看我刚拥有这么多，我是 BD 富翁。而且你抢先拥有新品，嘘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用剪掉，低调的奢华。我们先去看最厉害的那张，全部都是布莱克多年收集的。这个我也蛮喜欢，你看，好酷哦，你看泡芙。上面还有旗子，它就是世界各地收集下来，每一个都很不一样，有点像是一个系列。不得不说，这群小朋友好幸福，他们好像在一个不同世界。怎么办？我们那边好奇怪哦。我们现在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感觉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第十四区。你看，除了有这么漂亮的绿洲，还有阳伞。但不得不说一件事情，不得不说，应该是有狗在这边大便。凶手有可能是那一只。你看，再看。这根本就是神的领域，神的世界。好想知道这边加起来多少钱。光这个就98万了，我们应该是可以穿越它，来享受一下被98万包围的感觉。有粗略的听了布莱克讲了一下，有些人想要仿这一点，但是有点仿不太出来，因为他的那个剪裁的那个布，每一块都不太一样的形状，你要仿特别难。你看他这个布料每一块，其实角度都不太一样，真的很屌。先来看一下，等一下呢，再好好的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介绍，才会知道它的价值所在。被十四区的热情民众约喝不明饮料，这回下去就对了。完了，今天不好过，还蛮好喝的。他有名字吗？维勒山丘。维勒山丘，终于找到了百忙之中艺术家布莱克。我们想要请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顶帐篷。奥特曼350，它有200、350，还有更大的。但是现在日本复刻，基本上这一颗是最大的350，全日本制哦，实际售价台币应该在94万。这顶为什么会那么贵？第一个它全日本制造，再来量太少，价格那么高是有可能。像他们以前那种帐篷，他们很多是骨架上去以后靠的都是剪裁，光是要设定这些剪裁的耗料应该就不太容易。它看似很简单，因为就中间一根，那旁边四个这种圆拱形的这种铁，好不好搭？要搭得漂亮的话，这个外帐其实不好搭，它有内外。我们今天只搭了外帐，它外柱的重量是非常非常的重，把它穿过去这一块布里面的对接是有难度的。所以你应该不会没事就把它拿出来搭了，你自己要看到它搭出来的样子，应该一年也是算是蛮少的啦，哈。对，我想要下次久一点。今天他来摆这些帐篷啊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，很可爱。它搭了3天多，那旁边这些有点像咖啡色小小的，这些是不是同一系列？都是呈现红色跟咖啡色。这个是同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是 Moss， 它有很多的系统。像它后面这一排，它是三个银柱分成三个柱子的长度，每一颗都一样，可是它的外帐搭起来全部都不一样。有点像那个咸蛋超人的头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。所以像它这个就是它一个系统，它外帐有的是有下巴的，有的是拱起来的，全部都不一样。那像这个嘞，有点像泡芙的，这个是我最爱的一个，它很特别，是目前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跟它长得像，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系统。我收藏两颗，大家知道说，像日本的有两颗，很多地方买不到，在台湾有两颗也不太容易的。我第一颗收件已经到9万块台币，这已经不是价值的问题了，就是稀有性的问题。后面这个也蛮特别的，有点像不太规则的拉一个鼻子出来，然后有三边的鼻子这样拉出来，这个很好玩。例如说他们去雪地搭设的时候，他们就一人睡一个角落，这顶也算是很早，它跟它刚刚那一颗的年代都是一样，所以早期刚开始还没有系统化的时候，它每一种造型都会尝试。我在帐篷的书里面是有看到，它应该是全世界第一颗设计成三个通道，但刚刚我们在说350，它还有一个200的也是三个通道，这次没有搭出来。它这个很像蚂蚁的穴道，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里面真的有住人哦，你看里面真的有东西。再来这个尖尖的，就比较常看到，现在很多类似的人会做成这个样子。但是我觉得他们 Moss 的这个帐篷这一块，你为什么要做的这么不规则形状？我们以往看到的，比如说印第安帐，他们就是每一片都是一样，变得很像魔法师的帽子，有没有？他就是硬要做一个奇奇怪怪的样子。他的腰的那个曲线是很漂亮，开弧度的门其实也很少见。你看他扒在地上的样子，像不像那个以前打电动有没有？史莱姆，史莱姆像啪，你把中间这样拉起来，我形容的好不好？你自己讲。鼓励一下，虽然说哦，怎么会讲什么史莱姆不存在的东西？现在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史莱姆？你们懂吧？哥布林，你们知道哥布林吗？
这个你看，硬要开一个侧面，而且是两向的嘛，你看它是两向的侧面，所以它的弧度是一个负曲线。它是这样的一个正面，它门是开了一个负曲线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再看它的外帐，它的帐篷造型确实是蛮经典。现在MOS还有在出新的帐篷吗？2019年的时候，商标已经重返美国，所以现在开始我们看到的后面一些像新的 Anko 都是已经是日本复刻了。这个品牌其实当年是卖掉，现在又回来了。所以 MOS 这个品牌是后来被日本算拿走，他们跟美国谈。所以美国现在还有 MOS 吗？剩下的大致上都是二手的，或者是流到日本，然后日本再出来。我觉得我现在参加过很多的露营活动，比较起来我没有看过这样子。你看现在白色天空那个曲线，你看那个腰多大？对啊，它这样子拉下来，你看它的侧部还松松的，有没有？它全部是靠剪裁，剪裁剪出来，然后轻松一搭，曲线就出现，简单带出美，艺术品，真的是艺术。这是我第一颗收到的，我就从这一颗开始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很有眼光？这么多帐，我就特别带他来看这一帐。都看过，没有错，因为露营这种活动盛行嘛，未来可能是可以更大型的，说不定真的有那种比较低调的玩家，突然一拿一个出来比这个还要大的，希望可以，不然你呛一下，你呛一下，有没有办法拿出更大的啊？哈，应该有玩家会比他更大，只是低调，他心想说，不可怜呐，不可怜呐，这样太呛了。好啦，不打扰布雷克时间，因为他这边还有一些聚会。好，我们去那边参观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布雷克，我走着走着，我又想要问你，这是要匍匐前进进去啊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？它跟天幕跟外帐是设计在一体的。老前辈应该都知道，你看它的外帐的线条是左右也完全不对称。这个是要匍匐前进哎、欸，这是适合豆豆的帐。豆豆哎、欸，你用这样爬进去这样。哎呦！哦呦，哎，好适合你的帐哎！我的帐吗？这你的帐，走。等一下，我又不小心要邀请你来看那一顶。那个是怎样？是一个帐篷，它完全就是镂空的门。大公，这是登山型的。我先收到这一颗，后来另外一位玩家收到那一颗，对。结果我们是今天两顶都打开才发现，我们的是两个不一样的 size， 那个更小。真的哎，它有小一点哎。我知道了，就跟露营车一样，有 Ocean 跟 Cross 跟 Beach， 但是外形看起来都好像一样。收到哎，发现哎。内装不太一样，这就是新的了。MSR 的东西也很好，它就是当年卖给 MSR， 所以它才有一些补水的。MSR 就是现在比较多人登山的时候在玩的牌子。你看上这个也是蛮屌的。哇，好啦，我们去顾一下我们的肉，我们的肉好像已经着火了。救火！救火！救火！没事没事哎，真的假的？他们有翻吧？可以的。这个是大佩爸爸弄的鲑鱼，非常非常好吃，烟熏鲑鱼，经过豆豆的巧手弄热之后呢，来变这样，哇，没那反应，没那太黑了吧？太阳太大，肉太黑，赶紧刮啦！好油。我想你没吃过的 ，Sam 是 AES 的品牌主理人。我真的觉得这些玩品牌的人很厉害，都不怕热。他今天早上10点多，艳阳高照，他穿这样，然后坐在这边，搭配他爸爸熏的。你先吃一个，告诉我们感觉，直接告诉我们感觉。很厉害，就这样。很好吃，我讲。你叫他讲衣服，他可能会讲。南投温差很大哦，等一下会很冷，随时做好准备。等一下，小柯，怎么样？你要想要干嘛？我感谢他爸。OK 啊，我们可以随时不要再蓝头哦。来，就定位。如果你现在露营录到一半，你可能看得腻了，我们来到野七拉霸时间。如果你不知道野七拉霸时间是什么，就是你太慢进来了。去看片头，片头就有讲野七拉霸什么。来，野七拉霸时间，拉霸。啊！太死了！我去野七拉霸时间拉霸了，野七拉霸时间拉霸。你说这个哦，南投，一样是南投那个，不是的，是吗？我在骑脚车哎。对啊，骑脚车，上次我们骑脚车那个啊。梅花湖宜兰。路边一棵榕树下。我们来到宜兰，可是我觉得上次宜兰那一集是不好的回忆，我被跟踪，超不爽，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了南投去好了。又回来了。加点这个小管酱，厉害的！来肉，来哦，小肉，小肉。接下，全到吗？
到，怕屁哦、喔。等一下，我怕它喷出来啊，汁也一起哦、喔。当然啊。哦，有模有样哦，期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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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期待，认真期待，这一看就觉得好吃，好不好？酸菜肉白汤，肉白，故意来个倒装句，酸菜肉白啊，菜，酸菜肉白汤，这怎么不一样？来，酒气。应该没有要点火了哈，要点火，好点火，仪式感，仪式感哈，点火哈，来点火仪式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还是它不是米酒，还是它水，为什么米酒不会倒？米酒不会啊，米酒不会啊，白在装什么啦？高粱来一点，所以米酒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要挥发，仪式感啊，那现在等多久？等它烧完，然后上下酒气这样子弄进去，这跟原本的酸臭、酸菜、已经酸菜、酸菜肉白汤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嗨！哇！由我们的 Cookie 妈妈先来进行第一杯，第一口。我其实没有试过，很简单，里面就只有肉跟汤，就这样。哦。完了完了哦，这个酸菜不会太酸，但是它放在这个汤头里面，它的后劲是酸中之后会有一点点甜味出来。会是野长的妈妈她弄的酸菜，而且你不会喝了就是会哦皱眉头那种太酸，是刚刚好可以很好入口的那一种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喝一点看看。顺便吃一下这个刚刚稍微煸过的肉。我看几乎十分了，这个是扎扎实实是用老式酿法哦，那个肉也入味，好赞啊，软，嗯，很好。然后现在干嘛吗？聚火，用火烧把最后的油把它逼出来。然后看起来蛮漂亮的，直接火开，超完美的，哇！颜色好漂亮。先吃一块看看，好香，好香哦！腌的人也很厉害，厉害哦！谢谢。我不会期待你切另外一块，不同味道对不对？对，另外一块，这是我加柳丁，加柳丁的是不是？对，也是很漂亮的颜色。香啊，有柳丁味，哎、欸，柳丁味很重哎，太快了吧，真的有，一入口就有，你叫一个不会骗人的讲，来，朱雪，吃，真的有，很成功哎。敬一下，我们今天有来我们自己的一个小聚会的野七的同伴，开了一个有金箔的美酒，就是人家送我的哦，龙卷风。金箔其实人家讲说对人体是有益的啦，就是吃一点释放一些金离子嘛，对身体是好的。拿杯子来敬大家。Yeah! 他们竟然找了驻唱歌手在那边演唱，在一个有四万的帐篷前面。既然你不觉得其实很巧，就是跟我们野七有关系吗？三六八好好听一下人家唱十年好不好？你唱什么鬼东西呀？不 care。我挣脱了爱情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。便当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享受，这是人生。你看这些东西他弄的哦，但他就低调的躲在一个角落，吃着一个50元便当，还没有鸡腿，看着他这样弄好的一切，边吃边流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椅子都是我自己精心做的，帐篷都是我花了好几年收集，然后这个帐篷跟老婆吵了不知道几次架才把它买下了。这倒是真的。对的。好啦，不吵你，我们用摇板的摇回去。小心不要跌倒。摇神经。摇的好。不能偷懒啊！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。好累哦，原来拍我的成功。
下雨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，又要晒帐，这个收也是一件学问哎。好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OK OK， 谢谢照顾，有机会再邀请我们野人七号部落。这次真的是高质感露营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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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，因为大头要留一下，所以我们把帐篷留给他。昨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很安静的一个夜晚，大家玩着火，听着音乐，聊聊天，分享一下露营大小事，我觉得很酷哎。就昨天聊的内容就不会是像我们平常说，昨天聊的内容是 ，Kitten， 你觉得露营这个东西很盛行，但你觉得还可以？就是盛行几年之后，疫情结束出国了，大家还会喜欢露营吗？我的答案是仍然会是。一开始一定会大家会疯出国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会很多很多露营的爱好者继续留下来。露营这件事情是一辈子享受生活，所以这一次呢，算是一个比较知性百万帐篷开箱。你以为要这边结束吗？我们要启动野七喇叭，野七喇叭，喇叭 ，Go。不要整天一直找我出去露营啊！我这样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，抗惊太阳不是很好吗？